是早在没有 SHE 之前的很多年很多年，我们台湾有一组闪亮三姐妹，传奇的天团来咯。他们是客家子弟，掌声要热烈一点。来咯，电音趴来咯。小云大姐，太极干好，
我是年纪小珍，小珍二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最先的我们小姨，最小的妹妹。然后的什么台吉嘎，谢谢。太棒了，你看到地的客家子弟来了，哇，这个好久不见，闪亮三姐妹依然活力四射哈。平常也其实要现在要合体也比较难，因为都自己的家庭嘛，对不对？今天看到这么多相亲，那个这个感觉是不是好像回到我们青春的时候？我们也不老啊，我们还都还是一样很年轻，才十八。你真的有老哦。我刚刚在后台想说，大姐在哪里？但没有啦，你是成熟，你现在更漂亮，这个叫做女人韵味。认同请掌声鼓励一下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以前我们都比较像小屁孩，对，我也是小屁孩，你们也是小女孩。我们好小哦。对，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庭哈。来来来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你们在这里是最熟悉的啦。来跟我们这些外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呀，这里有什么好玩、好吃、好逛、好看的？好。这个就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如果对我呢非常熟悉的话，我要先大家介绍我们客家呢最有名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平镇义民庙。哦，义民庙是不是？有，我们是还有我们的班主委啊，哇，是。太棒太棒，对，还有很好吃的牛牛的麻吉，麻吉软软的麻吉七八，牛牛的七八，再一点花生粉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客家麻吉是最道地的，好吃，东后对，东后食，还有呢，还有客家的那个我们的菜包，菜包，我刚刚有吃一个菜包，哇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很好吃，太久没有吃了，然后从那个面粉那个外面包的那个包，因为有些包子就感觉松松的，哦，对，它是米纯米做的，对，但是你们这个。光外面那个白白的还没有吃到菜，就已经是那个入口这样绵密，而且不会胖，因为萝卜丝，然后要驱邪避凶呢，吃艾草就对了。艾草包来食物是我自己在讲，但艾草包也很好吃，没错没错，好吃的哦。大姐呢？我们客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料，像客家的土鸡，哇，又油又香的土鸡，我们董月巴，还在讲董月巴，回到上个世纪的事情去了。不过真的很感动看到他们。因为他们也算是台湾的这种在地表演文化的代表，是的，希望大家要了解我们很多的故事都要传承下去，所以今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很有意义啊。你看许富凯是台语歌王，可是呢在这个土地上我们都是一起发扬光大这些文化，都是一家人，对，大家融合在一块，但是呢谢谢客家人把我们齐聚在一块，对，来有奖征答来了，我们来出一题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有问那个帅哥客语怎么讲，我们来出一题啦，姐姐你要出一个什么题目啦？好，简单简单一点，放水一点，好，不用放水，我们在场都很多客家，对呀，你不用放，你越难越好，我还没有讲七八耶，他们都说七八，对呀，越难越好，没，客家在文化进来的都是高手，来，请出一题，对，来来来，刚刚有讲客家的帅哥，对，那请问一下女生美女呢？好，这个太简单了啦，马上就举手，马上就来，不是，马上谁摸耶？穿绿色衣服，你来，因为我们要看你是不是美女才让你回答。喂，这个好坏。来来来，是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从这里，你为什么绕一圈呢？因为太美了。别冲动。可以啊，你如果真的上得来，我就让你上来啊，还可以跟，来来，要不要我拉你一把？还可以送手环，你可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一二三，哇！这个台语叫给老，你讲。他真的来了。哇，手脚很利落哎。绝不放弃啊，对不对？两次的精神，两次不行，绝第三次绝对成功。真的，真的，你要讲。重点是答案还没讲啊。答案是谁会按讲？全台湾都会了。当年哦，真的要感谢罗时丰的那一首歌，让全台湾都会这句客家。是的。其实客语早就在我们身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而已啦，对不对？来，来颁奖。恭喜你。谢谢，我们服务做到家，帮他拍一张自拍合照，然后再从这边下去。是啊，我帮你拍，不能走前面，你要不要拍一张跟闪亮三的合照？要不要？那你自己开啊，你的手这样就开了，好。那我先拍一张我自己。自拍耶！哇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是买不到的，真的。来来，当然嘛，大家交朋友好客嘛，好客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准备喽，好。哇，他是今天最幸运的朋友，哦，粘，当我们粘在一起了。看我这里哦，三二一，
好，恭喜他，谢谢，得到一个全球独家的合照。我们那边有楼梯，我们有楼梯，姐姐要往这边下去。姐姐，我们有楼梯。这张照片60000，不然我删掉。好了，谢谢你啦，谢谢。姐姐身手很利落哦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舞台是要交给你们啦，今天一定要多唱几首嗨歌啦。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不要先小唱一下客家歌？好，当然要啊。因为那个国小啊，的本子里面都有一首歌叫做《把公把婆》。那大家呢也记得叫做，还有一首歌叫《客家本色》，那我们把它串在一起，来清唱一小段好吗？好哎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八公八婆，莫吃鸡，莫吃鹅，好吗？动一动，莫吃鸡，莫吃鹅，吃只阿妹熊皮婆，吃只阿妹熊皮婆，穷饿了上羊头，穷饿了上羊头，爱生你就生。不是俺呀无奈何，啊，同三个退班，无班点钱，三万大饼赶上钢铁，我叫自出几十年，不是卖烟，世世代代酒，爱人轻轻从干，两三百年无改变。谢谢，真的很感动。其实很多客家歌谣非常好听，我前一阵子也买了很多老唱片，像是那个吴胜志先生生前的作品，还有涂敏恒先生生前的 CD。现在在台湾飞碟电台会播客家歌的，告诉你，只有黄子佼这个主持。真的，在这个最大的、最红的电台要去播客家歌，没有问题。那个就是要推动，虽然我们未必听得懂，但很多山歌都很好听，歌谣也写。他们还比如像之前池秋梅姐姐唱的《爱嗨哈嘎银》，那个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而且现在很多的老歌都把它翻成摇滚。对呀，我们要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，把客家的歌、客家文化、客家的义勇的故事，是的，推动下去。好，是的，好了。但是刚刚最后唱到后面哈，有人有点走音哑掉了，需要喉糖的，需要喉糖吗？好，我清唱最大的难处就是他没有伴唱带，所以呢，他们是真材实料，不是对嘴，请给他们拍拍手。刚刚三个人全部每一字每一句，就算都哑掉，都是真的哈。哇，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了，是的，小莹妹妹啊，嗨，哎，小心你的胸部走光啊，没有了，真的这样写啊？哦，哎，真的，你太性感了啦，你不要这样子吓到我们。那你干嘛一直靠子佼哥？这样他会受不了。我这样就好，因为我现在吐位比较可以，因为他是偶然嘛。那你站在这儿，小朋友，是是，你站在这边他就要唱歌了。不是，他站在这我也很怕掉下去。他只要一动，我大概就很烦嘞，讨厌呐，好是吗？我们来唱，真的好好唱一首歌啦，姐姐，好唱什么歌？我们的成名曲叫做什么？该不会是《快来》啊？不是《快来快来约我》？你想听《快来》是不是？尴尬。给我几秒钟。几秒钟。谢谢。怎么要拍手啊？要拍手啊？怎么都呆住？给我几秒钟。Watch
水被你看见，不想水落被你发现，说再见再一遍，不漂亮你的脸，给我几秒钟都在一瞬间，失去你的快乐回到我身边，心情的转变好像梦里面，除了鬼的剧情就像断了线，给我几秒钟都在一瞬间，失去你的快乐回到我身边，心情的转变好像梦里面，除了鬼的剧情就像断了线。三边对不对？左边、右边加中间，所以呢，好好我从这边下去。好，来，太高不可以，我背你不行，太高都是骗人的。我怕怕，爱惊惊，你不惊哦？没有没有，爱轻惊哦，不怕。小女子怕怕，虽然从海豚也会怕怕高。喂，所以紧接着带来这首比较轻松愉快的歌曲《恋爱预兆》。哪边要湿的啊？要不要吸地？你会吸气吗？还有，双手举高一点，才看得到啊！哪边越嗨，吸地往哪边送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在这里。对你撒娇无理取闹，被你说分不计较。
哇，你们真的是使尽全力在表演，很感动哎，然后还送礼物啊，对，还要送 CD， 家里还有 CD 播放器吗？啊，真的有啊。